我是可可，我是布林姐。今天的生存挑战是每八秒翻过就会颠倒，就是最底层的基岩、原石、钻石会换到上面了，上面的就会换到下面去。今天的目标还是找到钻石，我觉得我今天还能挑战一下不挖矿找到钻石。我就等钻石自己出来。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方块是上下颠倒的，那它的高度好像是不变的，那它就不会凸出来，我岂不是看不到钻石了？所以来水里看看，因为水方块是做方块的，换到下面去基岩就会上来，这样就能看看是不是有钻石啦。没有看到钻石，反正我是出不来了。没想到在冰面下面是不能跳到冰块的。布林姐姐快救我，小气泡要没了。哇哦，很棒，谢谢布林姐姐救我狗命。地面上已经有很多基岩和原石凸出来了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卡呀。现在的延迟时高时低，最高都达到1300了。如果你们感受不出来，给你们杀头猪看看。喂，呼呼呼，感觉它在卡点跳舞，而且还很难杀，应该是数据包太复杂的原因导致这个世界运行起来很卡。还有这个铁矿，挖不下来的铁矿。布林姐为什么能挖下来？干嘛呀？嫌弃我的稿子吗？钻石附魔稿呢？配不上你吗？哦，红石出来了，解锁新矿石。既然你们嫌弃我的钻石稿，我换个铁稿挖好了。哎，我怎么掉下去了？啊，布林姐这个讨厌鬼，把我的垫脚石给挖了。那你上去挖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布林姐，看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石柱，要不上去看看？啊，好高啊，我的石头不够了，而且它离我108000里远，所以我要下去吃紫松果下去吧。颜值太高了，吃不动。那木影珍珠呢？好像也哦下来了。哦，布林姐找到了，我都没有看到中间出现了岩浆，哎，果然岩浆旁边出钻石，但是这个该怎么挖呢？布林姐已经倒了一桶水了，她已经挖了两个了，但是我还没有挖到，就一个是我的，你别和我抢，有延迟我挖不到，而且还被烧了，我下面踩着水呢，为什么呀？等回来时，布林姐告诉我她已经挖完了，我就摸了钻石一下。行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已经完成了，视频也要结束了，记得点关注再走，可乐请你喝可乐呀。